Hôm nay tại cao hò mòn ngoài kiến an đưa sẽ mà cho tại cao kiến miệng vì ngôi xa rào yếu xíu xí bố rơ nè ạ tình năng sát tìm nè bố bông ngoài kì xa rào quá. Các vị thông báo mến chín thiên hoàn sát nè vô sư chống chí lộng phô gần tà chá chia miệng vì ngôi nì đã xấu xí bố chẳng ạ tình năng sát tìm nè bố ứng xí vô chinh ru sa rao ye jo tuan-tuan puan-puan malam ini saya berada di Kuala Lumpur berjumpa dengan anda semua kerana Ketua Menteri Sarawak Adnan Satim tidak benarkan saya masuk ke negeri Sarawak. Dia kata saya ini orang jahat dan tidak boleh masuk ke Sarawak. Sebenarnya saya telah banyak kali pergi ke Sarawak dan rakyat Sarawak menerima saya dengan tangan terbuka. Saya rasa keputusan Adnan Satam ini bukannya menunjukkan sikap rakyat Sarawak terhadap saya dan rakan-rakan di Semenanjung Malaysia. Kawan tumpang men, jinting wan san ne, xiao ti hen yihan, yinwei bu neng zai sa zhou jian da jia. Shou xi bu zhan shuo, wo shi 不是一个好东西，我呢是不被欢迎的一个人。可是呢，我相信这不是沙洲人对我的看法。我已经进了沙洲很多次，我曾经成为一个福州会馆的代表呢。 Hello, Sibu dan Tumpau Men. Taika Uhomo. C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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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uk. Saya hari ini sangat gembira bertemu anda semua. Saya tidak boleh masuk Sarawak kerana anda adalah Sibu Jang. Adnan Satim berkata, saya bukan orang yang baik. Saya tidak diperlukan orang yang baik. Tetapi saya percaya 这不是沙捞越同胞们的看法，因为呢，我已经进了沙洲呢很多次，都被非常热情的接待。我呢曾经成为一个福州会馆的代表呢，在已故的丹士严清文的领导下，去沙洲各地的福州会馆。 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跟爱戴，我要谢谢你们。还有呢，成为律师，我也很多次呢进入了沙洲
见了很多律师的朋友，他们也很欢迎我。我成为一个卫理公会的会友呢，曾经也进了沙洲，在好几间卫理公会礼拜堂分享，曾经也在沙洲卫理公卫理公会联谊会呢，一年一度的领袖的开会呢，有1200个的代表当中跟他们分享。我不把政治带到教会，我只要澄清的就是我们卫理公会的兄弟姐妹们也很热情地对待我，也看顾我。我呢成为行动党的党员，也进了沙洲好几次，为了助选，为了拜访人民，也去很多的常务，他们也对待我很好啊。包括呢沙洲的人在西马，在我的选区也很爱戴我，反而下个月呢他们的高外的庆祝呢，在我的选区也要求我成为他们的特别贵宾啊。我show the invitation。 所以呢我相信沙洲人呢不拒绝我，反而会欢迎我到沙洲。同意的人大家举起手好不好？谢谢大家。今天小弟要跟大家分析四样东西啊。第一呢，我们成为沙洲的人，要停止阿南沙丁带来给沙洲人羞辱的行动。我知道很多沙洲的人也在外国外地，有的在澳洲，有的在 美国，有的在加拿大，很多也在西马，包括在宾州、雪州，跟我来 我的地方比利州。很多人最近因为阿南沙丁的所作所为呢，使到很羞辱。为什么呢？很多人，我的朋友在澳洲，很多人问说，哪里沙洲 首长可以这样？我们选举的时候是一个要公平合理对待双方，这才是公平的。我们从小，从幼稚园开始，小学的时候，老师都教导有任何的比赛，胜输不重要，最重要要公平。所以沙洲的人呢，在外地觉得不能抬起头，因为阿南沙丁的做法呢，他好像跟人说，比如沙洲啊，要有足球比赛的话，阿南沙丁的足球赛呢，他的团队要有11个人，别人的队只可以有7个人，那哪里可以公平？除了这样呢，我们也知道他怎样对待槟城的首席部长，怎样对待雪州的首席部长，规定雪州首席部长5月22号一定要离开沙洲，规定林光英5月5号一定要离开沙劳越。照样的，他说王阿吉萨 也好，他的女儿努鲁伊萨也好，要来沙洲，要写信要求，好像呢是侮辱这些领袖。我觉得世界比如有多几个阿南沙丹的话，第
世界大战啊，就很快会发生。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比如我们允许阿南萨旦这样做的话，真正带来很大的羞辱给沙拉越人民。亲爱的朋友们，唯一的方式，你能够离开沙洲见人民，抬起头见人民呢，就是要宣布你不认同阿南萨旦做事不公平、选举不合理的方式，也呢，他对待别的领袖、别人羞辱的，用我们说很没有礼貌的方式对待别人，这不是沙劳越人的作风。所以五月七号，你可以呢抬起头，怎样抬起头说，你沙洲的人不是这样的人呢？就是投阿南萨旦一个反对票。所以当你离开沙洲的时候，去任何地方，在澳洲也好，美国也好，来雪兰莪州也好，槟城也好，你可以人问你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不认同阿南萨旦所作所为，我投了他反对票。第二方面呢，阿南萨旦呢说，他要我们要支持他，给他更强，直到他能够有自主权，沙劳越会有更大的自主权。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个谎话，沙劳越一路来呢，国政都很强，都是超越三分二的州议员都是国政的。反而我们知道呢，阿登萨旦呢是讲谎言。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法律移民法律下有规定，第66条跟68条呢，联邦政府的公务人员、联邦政府的军队、联邦政府的警察呢，可以随时随地进沙洲，不需要阿南萨旦的同意。除了这样呢，阿南萨旦最近不允许很多政治的人物进入沙洲，在这个选举的时候呢，他违反了移民法律第67条，被控告的话要坐监牢到5年。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阿南萨旦好像要做英雄，好像能对起我们的首相纳吉布杜拉萨，好像他是大英雄。可是他不知道的就是，纳吉布杜拉萨心里一直在笑啊，阿南萨旦啊，选举过后你知道谁是老板，随时他可以被控告在法庭，随时纳吉布杜拉萨可以威胁他。所以呢，他要根据纳吉的指挥，他要他做什么，他必定要跟着纳吉所要做的。沙洲的人民，我们行动党尊重自主权，沙洲自主权。所以因为这样呢，我们行动党候选人呢的名单最后决定呢，都是由沙洲行动党他们自己决定。我们很尊重沙洲人自主权的地位。为什么沙洲的人一直讲到有需要自主权呢？就是这53年来，沙洲的人没有得到联邦政府公平合理的对待。这8年来成为国会议员，唯一的国会议员在国会呢提出很多地方还没有基本的设备，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呢，就是从沙巴跟沙劳越来的。所以50多年来，我们知道呢，沙洲的人没有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所以沙洲的人要自主权呢，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
自己强大的反对党监督你们自己的政府，使到他们所做的人民会得到更 好的利益跟好处。大家都知道呢，我们西马的人可以被拦阻进入沙洲，所以呢要自主权，要州管得好，大家必定要强大反对党。大家都知道在沙洲不可能的东西都会发生，州政府因为太强了，这好几年来已经批了920万英亩的土地给六大集团，这在沙洲外呢是想象不到的东西，哪里可以这样让权，把全部的这些我们说土地分配给六间大公司。比如平均来说，这920万英亩的地呢，平均来分发给沙洲的人呢，每一个人可以得到将近20英亩的土地。亲爱的朋友们，比如我们继续支持阿德南·沙丁的话，他又是像百毛一样的做法。你看他所得到所安排的人呢，都是那些财团的代表，所以呢，比如大家在继续支持他的话，人民就会继续接受到这种一样的政策，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得到利益，普通百姓还是很穷。亲爱的朋友们，所以要我们说 if you want autonomy, more autonomy for Sarawak, make sure you have a strong opposition so that you can check on your government to avoid abuses like approving 9.2 million acres of land to 6 conglomerates. This is just scandalous. This is just ridiculous. You think you want us to respect the autonomy of Sarawak, please make sure your opposition in your state is strong to ensure that such abuses will never, never, never happen again. 亲爱的朋友们，很多人说，好像阿丹沙丁说，没有国政就不能带来发展。像你讲为呢，朋友们，阿丹沙丁国地跟你能够呢，那么国地就没有发电，经营吗？真有将来吗？真爱国家，摸国地，还哪里国家发展国家好？我给谁比喻？新加坡，我给一个比喻，新加坡，新加坡参与我们马来西亚跟沙洲一样的时间成立了马来西亚，这是1963年，53年前。那时候啊，沙劳越我可以说100倍更好过那时候的新加坡。沙劳越一到了2023年，我来个58倍国家好过新加坡。是新加坡那时候英文讲 Backwaters Fishing Village， 新加坡那时候呢只是个小岛，我们说很落后的一个小岛，只有一点的渔民在那边，那时候都没有水啊，无地居的吗？还要从西马把我们的水应付给他们，生存都有问题。53年后，53年以后，新加坡呢跟所地区的跟沙拉瓦的地区分别参外，今天的新加坡人数收入呢是排世界第三。平均过去新加坡人口呢赚5倍沙洲的人民。比如我们把这个财团啊的财产，那六财团的财产拿出来的话，
今天新加坡人的收入啊，大约七倍沙洲的人的收入。他赚一块钱，你们只赚十五分钱，那也是53年前，沙洲比新加坡更好。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在新加坡，人民得到什么呢？高收入的工作很多，还有呢，教育水准很高，还有呢，各种各样的我们说设备都很好。他们得到，因为新加坡很富裕，管理得很好，他们得到什么呢？比如你生第一个孩子，他给你6000新币，再给6000教育金给你的孩子，生越多给越多，给到生一个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个孩子呢，每一个他给新币18000，除了18000再给18000新币教育基金。意思说你生一个孩子马来西亚钱他会给开始我们说16新币就是这边的36000，比如增加到18000的话，又叫教育基金，又18000，76000啊，等于这边的意思说对不起，我的意思就是从6000新币增加到18000，教育基金也从6000增加到18000，所以18多少？36×3，108000。你生第三个孩、第四个孩子、第五个孩子，新加坡给你教育跟钱呢108000。所以除了这样呢，生孩子妈妈可以得到4个月的假期，有薪水的假期，爸爸可以拿2个星期的假期。除了这样啊，买物啊，他还给你新币3万块，他要鼓励孝道，比如买物靠近父母亲的地方，又增加1万新币，就是给马来西亚的钱9万块到120000。亲爱的朋友们，你说不要跟新加坡比，我们跟雪州、跟宾州，在我们新西湾的政党的管理下，我们看到我们管的也更好。2008年在宾州，我们得到29个席位。2013年，因为我们管得好，增加了到30个席位，就是40个席位里面，我们得到20个席位，75%的这个席位。在雪州也一样，我们2008年得到我们呢升的是36个席位，就是64%，增加到44席位，全部是56个席位，增加到78%。这证明呢，没有国政，新希望联盟党呢管理的好的话，也会管理的更好，人民会得到更好的利益跟好处。我相信，比如我们新希望联盟党你们也给我们机会，53年像新加坡一样，相信呢，我们也会带来更多的好处。希望大家呢会记得5月7号投我们行动党、新希望联盟党一个神圣的一票，直到沙洲会更好。谢谢大家。